我无讲固定讲几点开门，几点关门啦。啊，所以讲吼，一点那感动的啊，大家安尼捧来捧去。啊，你真吃，吃到正常。来学习生命教育啦，每一个人拢是阮的老师啊。做环保啊，代代子孙就无烦恼啊，吼！啊，愈做头壳愈清楚。